实当时还是很多议论纷纷，他还没告诉我说议论纷纷，然后在端午节的时候代表大家也在了解到底盖钓虾场啊，盖什么东西什么东西，然后来找的那个，我找的那个刘先生刘邦基先生有看那个场地，他场地看完之后他就告诉我说那不是钓虾场，那是应该是处理东西的一个场，是做那个建设公司嘛，开始是建设公司嘛，去打败建设公司，挺白眼光嘛，眼光，嘛个，绿洲污泥处理厂，挺白眼光。科技公司啊。嗯，挺白。某小污泥之类的。他提上白盖拍子。那个厂都有啊。为了污泥，大家开会的，来习会总队开会的，加花文，丽江那个拍盖分那些，他那边丽江发，丽江跟莫发啦。用金摸汗啊！吴老师多来聊，阿青龙，哎，我问你个啊，用火火火。开始，其实本来就是啦，我听到那是建工的动小音啦，啊，还那是是啦，啊，个司机给你打电话过来啊。吴小姐啊，罗玉珍来找我啊，我就说你们要自己出来啊，你们那边人如果。要给他做，我有什么办法？我是外面的人，你知道有一个人说，我要让他做，你来干嘛？那我不是鼻子摸着就走，所以我就问说，那后来我就打电话问吴老师，不是说这些乡亲哦，是需要帮啦，不管是好是坏也要帮啦，所以他就来了啦，啊，这要怎么帮？不知道，第一次的时候。然后就不晓得怎么办，然后呢，就我的印象是说，很多的那个政治人物啊，就站出来了，我一定跟大家站在一起，我绝对会怎么样怎么样。代表一天起的安尼北上来，了的立场强弱。污泥处理厂跟石头店会对因家的发展无会有障碍。下午的时间好像挨到人烟会停了吼。有时间出来的民代表，唔出来就打媳妇。传说啊，说我啦，头冲里里长啊，盐山里里长啊，还有一个吴秘书啊，我们四个人有股东啊。我跟你讲，我们四个人如果有股东啊。你们现在就把他的全部烧掉，有事情我负责。你给你勇敢地站出来！你要求呢，就跟我小小小插手，插手来搞呢。主持人，要扮演我们下游戏区哈，千甲学员啊，本都是电视破万。哦，为大家掌声哈，为大家掌声哈。那种所有的事情而依法行政啊，比方讲，某早饭落来，那一切是面讲的。落户第二天，十一点嘛，流动还落户去啊。哦，我想那有可能在做的事情哦，要强台这个啊，可以放心。我就是想要请问那个讲话的人是不是可以麻烦哦？能不能报个名字哦？我们把记录要答复你也比较方便，方便吗？你方便讲名字我们就讲，不方便我们也不勉强。我叫林英智，我只是觉得说县长就是我们投了书，然后。那个环保局的答复都是他们是依法行政，对啊，那你们政府单位是依法行政，可是我不知道政府你们在那个地方的土地规划是怎么规划的？这个地方应该是可能是农业区或是住宅区，那为什么有一个工业区可以设在有一个污泥厂可以设在这个工业用地上面，然后是在附近的农业区？对，我就是说，
觉得污泥厂不应该设在这个地方。你看人总哈，我想去了解问多下啊哈，因为刚才县长啊，他讲他不了解这个东西啊哈，因为也难怪，去到个宝山啊，关啊倒落呀，他没办法不了解这条案子。但是刚才我想你看县长请坐哈，我想这个。为这样，为这位情况哈，来敲出来反应，好吗？进来打上去，好，大家打松膜尾巴，麦克多少？麦克风嘿。今天我家是上下班，无位状况，失去的状况，马上当负责，当负责就必须喊。好，你那个污泥处理厂哦，你都没有读哦，你觉得不要骗我们啊？我们都知道了。周杰第一代，你排放出来每一次哦，到下雨天啊，就尽量排，尽量排，排到那里哦，那里做。现在出来到那个关龙桥那里，结合那里哦，那个水，看你敢不敢哦，脚哦，鞋子脱掉继续踩下给我看。共同十个也比较容易啊，公司也是环保的，一家管制的，一家工厂啊，环保科技公司的，在立州科技公司是以及废弃物的处理厂。你们处理的方式会有污水产生吗？不会。为什么不会？我跟你说是负压的，而且今天如果说我在竹东镇，我要盖一栋大楼，那是我的地，我要盖一栋大楼，我要不要找李明说，居民说明，我这边要盖大楼，要不要？不用吧，这里也有地主啊。不是，我是说，假如我今天在我有一块地在竹东，我要盖大楼。你选那个不是理由啊。好，我只是举例。啊，举例。好的。对不对？怎么会不排气？因为它燃烧啊。误导怎么会正确？我现在讲这个事情好。好，那我现在。我呼吸空气，我要给大家报告吗？是啊。那下面我叫合法厂在设立的时候，我是一到。你还没有合法设立哦。我们现在是合法设立哦。不是工厂。好，请坐，请你坐下，我尊重我的发言权，好不好？请你尊重我的发言权，好不好？黑白做的叫荒谬啦，做的荒谬，黑白摸你来做，怎么敢摸你来做？摸得出呐？又没第二半天。妈，等下半天，不你半天吧。哎，你的事件吼，主要会谈哎，你都有讲，每你都有在讲，吼。我叫门，我无用着，你搞朋友啊？你应该是跟业主来讲，我告诉你，我讲给你听，你不要花知道，有没有？很久了，租照不是我花的，哈。正租照应该经过很多的关卡，你那一场不要就可以，好。坏水处理不过就没问题了。这个局长，你说你局那个执照不是？你有个名字呢，那个新竹县环保局局长呢？你还说不是你花的？不是我拍的，不是怪你，是不是你怪的？那就不是你怪的。你可以把业主说赶走，那是你家的事。但是我今天我要跟你说明，那你怎么没有钱讲这种话？是可以的。你是不是县政府系统？你是你要在人民前嘞？怎么敢讲多啊？你住在哪边？你圈在你家的旁边坐都可以啊。不要业主说他要到哪里坐。我没有叫村长，你村子你喊过来，从白头变上提上白嘛，要提洗白嘞嘛，给工人发音嘛。
你得到了嘛？跳床也好，麻花沙也好，这边一家同来做一下，你都来木几栋来？他一帮从总司来，就像我们所说出来啊！这点单位啊，是讲违法啦，所以跳沙叫的啦，是违法啦。监察院总务下回早就下来了，总统府你们也澄清，监察院也澄清，调查局也澄清，政风室也澄清，我县长是你也澄清了，我们都去查了。这个案子到目前为止，他没有违法的地方。我们获得项目，他只能够做什么？他就是只能够做什么？你们是没有办法决定的吗？家里的水，我们没有水权区别，他根本就没有水排放。弄那水管弄从哪里来的？弄水管从哪里来？你可以看现场，看到是他们不要弄水，那水从哪里来？水管从哪里来？你们要调查明清楚，说那根管是哪里来的？就拿里面的管子啊！再请他们小弟去把大门口封掉。局长，你是不是业者的代表啊？可以啊，所以你为什么说呢？没有东西，没有排水啊！我们政府是依法行政。刚才都了解了，我认为是他不干的，因为有埋怨，他也知道我们是不是会注意这些事，而且一般人是反对这么大。那你就高走了，你给我丢失了以后，你意见嘛，你给我丢失了，我们现在先可能这个经营，我们也不管他。因为第二件事情，地方已经反映到这么剧烈的时候，我们已经了解到，他当然就了解了。所以你们因为什么？我相信你本来不知道，因为分层负责嘛，哈。可是我觉得哈，那个严格把关哦，吴局长刚才在这边一直说严格把关，严格把关。我相信他是没有严格把关嘛。钟小姐，钟小姐，这边看这边，你搞清楚，你11:41的时候，你居然跟记者讲说，我表演完了你才来，我真的不懂你这什么心态。这你现在你表演完了吗？请你告诉我。不，我抗议。我今天来的是，我刚刚就是这样讲。我抗议。我要在这边说一下，我今天来的是。他发言。那他是私底下谈话，要讲什么都没有关系。我今天来是。你要把人家英文下来一步嘛？你要把人家英文下来谈话拿出来做话，没有私人谈话。他今天是外国，他在里面。我今天来。我也是反对。我也是反对。有关，我也是反对啊！有，我绝对不敢啊！胜利啊！先生，从早上到现在，你反对我吗？要再，你反对我吗？再讲一下。我知道的是，基基并不是那个农田水利会的列管企业。那这的话，如果照这样的话，照我们的法律程序是说，工厂它要取得水污。水排放水的水污染许可，使得排放，这部分在审查。你说那个水源不是那个农业一灌溉用地啊？哦，这里的乡亲大家都知道哦，那个水源是一滴一点都是到农田里面。那这个工厂在水虽然是在自来水源水量保区内，但是它是属于。那个环评不需要办理环评的工的放，所以他当初是低污染工业，它是个设置。在环保局，我们是怎么做？我们你知道我们在埋伏去做是多么辛苦吗？我还不是说有毒没有毒的。我们看到说看到坟墓一样，你知道吗？当怕死了。把你的意见表达嘛。不用，当怕死了。你请他搬走就好了，什么事都没有。大家都怕讲国语啊，听得懂来啊！宪法有人民有统计的自由，你知道吗？上次上两次，在上面的官员就跟我们讲说，绝对没有排放废水，对不对？对。他说没有排放，对不对？对。他今天现在讲说有排放，我没有讲。不是说你啊，我是说你科长说有排放，只是还没有核准。他刚刚是不是这样？对。那你有还是没有？有没有？
想，拜托不要这么激动，你这样的哗众取宠，我真的不能接受。你跟我原来都很好，我今天你问不到事情，你这样好，我不能接受。我不是讲，我跟你讲，钟女士啊，淑静，我绝对会叫你的名字，你不要这样子做。不是，这是我的信心。县长，我跟你说，你不要讲话这样子，我觉得没有关系，你这里讲。上一次有没有？有没有讲？你不要这样哗众取宠嘛，那我对不对？我现在你问科对不对？对不对？有没有？没有就好了嘛。因为上次科没有来，相亲有来。我已经走了20几年的政治人物，我已经处理这么多，你绝对没有我处理这么多。我真的，你不要这样哗众取宠。没有，我不能接受你这样子。是哗众取宠吗？县长，要不要来表决一下？不要，各位乡亲，听我说，怎么可以用表决的方式？好，这样讲怎么解决问题？刚才不是举手是县长。我现在讲是说，不是，好，那好，那现在要回答我，我来陈述。上一次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屋局长上面告诉我们说没有排放废水，工厂没有排放废水。在上次在圆山里集会所的时候，有一位那个厂商跟我讲没有排放废水，大家都有听到，县长没有听到，所以我要跟县长讲。现在这位李科长说他有要排放废水，只是还没有得到核准。那现在请告诉我到底有没有要排放废水，因为两次讲的不一样，就是说都是官员啊，都是说依法行政啊，依法回答。那现在告诉我有没有要排放废水，这算什么哗众取宠？县长，我这有什么哗众取宠？你现在让我讲完。你讲一句话就去问他是不是？好，那大家不要回答我，我就把它讲完。对啊。是好，废水的事情，这个有没有要排放？现在说，刚才是说要用洗涤塔，然后呢，洗涤塔的时候是有水雾哦，有水雾的时候一定有废水。那么这个废水要怎么去处理？好。现在又说是煅烧，不是煅烧炉，是烘干炉。烘干水为什么要到600多度？照他的资料，我们仅仅拿到的资料，为什么要到600多度？把那个污泥烘干需要到600多度吗？如果要到600多度的话，那里面的那些化学物质跑出来的时候怎么办？那是不是请环保局的特长能够回答一下？因为我知道。一样是叫做污泥干燥焚化炉的科学园区的焚化炉，它是到800多度，它到800多度，可是也不行，也不能在那边设置，好，然后这样子是哗众取宠吗？我真的觉得真的是，我没有什么政治利益在这边，所以也不要迁到那边去，我只是就事论事，然后呢？水源水质水量保护区，照李科长的说法，水源水质水量保护区可以设置低污染工业，这是您刚才说的话，我一个字一个字把它抄下来，它是被排除，那个这个工业是被排除在外的，是可以设置的，那请你写出来，真的是可以设置低污染工业区吗？低污染的事业吗？好，然后呢？上次在我们在请要再来澄清的时候，我们请县长说丈量这个土地的使用，它的界地，它还有自农地，在很多的农地的地方，真的已经丈量过了吗？这我不知道，我觉得是没有，因为没有听到回答啦，我没有听到回答。你有回答我说它真的就是丈量过了吗？最后我要再问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事情，这个工厂的设置，明显的在规避法令，在规避环境影响评估法，所以他说他的量是4992公吨一个月，要环境影响评估的是5000公吨，才差8公吨而已，8公吨的这个一个卡车就载过去了。我们如果这么认真。这么努力、这么为人民把关的环保人员，请你可以告诉我，你们要怎么样去稽查他的稽查计划吗？你要怎么样去量他一个月只有4992吨，不会超过？请你不要再说你有多努力了，你是公务员，你本来就是要这样做的。
公民啊，公务员努力当然本来要做，也要讲一些啊，我当然给他们鼓励啊，就上那走动来鼓励一啊。对，我被他们的基金来鼓励。你县长可以鼓励，他自己不能要求。我当然鼓励他。自己对你县长鼓励很好，县长应该要鼓励好的公务员。你这样讲我不能接受啊！你骂到我的公务员，我不能接受你这样讲啊！我没有骂他，我只说你不要邀功啊。你总唔照台下批评，你又话这听啦？唔错，你讲嘅呀。我中意啦。你唔错，你用讲嘅，你唔错，你讲嘅，你又唔错。你要树敌人动进出，本地办行情地方。你买了一号房子，就方便过来一号房子去动咩咩？你讲错话，不管那么难，不管讲错话啊！县长不会讲，就等于你不要再讲话，你再讲话，我警察把你带出去哦。为什么？你没有，哎，我是主席嘞。你没有经过我同意，你怎么一直在讲呢？县长是大家选出来的。你是高知识分子，我想不要这样子，我们要解决问题，而且改变问题。当时安逸的时间，哎，五十要扣一回，你看，内心该怎？爱上哦，爱你基本上五十怎么错落去的？爱你在这五十场地培训吧，成功。不要因为陈情没有效果，所以我们就努力的办了圆山反毒报。部落格也是差不多这个时候设立哦。那圆山反毒报通常发行之后呢，乡亲自己去派送，那或者是在现场活动现场去发，那效果还蛮不错的。我们当时就在那个屋顶上的烟囱口，就看到很多冒蓝色的绿烟啊，啊，就看到一直在冒烟啊，我们就下去跟他们一起讲啊，讲一讲他们，啊，我们就赶快去请他们大家一起来去判定一下，啊，结果他有的人就跑到他最后面去照相，还是一样，还是继续冒烟，对啊，那个烟都很，那个味道很臭啊，对啊，酸酸的。今天以后我们去水果晚上去看一下，还有很多石鱼啊，鱼都翻白了这样子，我们还要把鱼抓一条起来啊。因为这样，这是属于室外的。如果室内的话，没有这个疑虑。但是室外的话，我说很可能会有这个疑虑。不要被那个集邮法吓到。集邮法前几天才判，施明德那些人通通无罪。所以你们不用怕，根本不用怕。
今天我们来这边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其实主要的问题在于李宝芝先生他在昨天往生了。危险了，危险了！支援一下，支援一下！你中奖了，王哥！啊，那危险，危险，下来，下来！哇，你班长呢？不要讲了，不要讲错了，开走，开走，开走，走了！别开，别开，走了，走了！开走，开走，开走！不要抓他，不要抓他，不要抓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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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像那个李宝芝先生的事情这样子哈。那我最后建议一件事情啦，就是说，林先生我们不能让他白白牺牲，好，所以呢，那个他的头七的那一天，我觉得我建议，我觉得他头七的那一天是一个好的一个活动的点。宗教活动就不用申请了啊、神教四台就神明显灵了，大家都就在就集结交通马上就瘫痪掉，上班人也不能上班了，大家就叫起来，事情都就大条起来了。每次宣传车只有一台，你就是给大家知道一台车包包不够，我们大家都有车，就是利用头七那天，我们看几点在那边那个就是大会师嘛，我们就弄一个游街，十几台车全部挂白布。这个是好的，这是一个好点子，所以我觉得是说大家一起来出点子，因为每一个地方发展出自己的风格是最重要的，很多是精神可以 copy， 但是方法每一个地方不一样。就说他车门不注意，物理送进去了，只要他一动，我们就围场。反正有车子来哈，你打电话，我的电话先给你啊，你就打给我，我一定来。我跟你讲，我们回去做点事情。那这位转椅走掉时间应该等得不错。走了啊，哎，加油加油加油！慢慢走，好，我知道。
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乌尼场，滚蛋！乌尼场，滚蛋！乌尼场。
摆在老公的，爱讲出来去莫拉树来种哦。你们在巡逻啊？这是新设的，对不对？对，新设的巡逻箱。是为什么要设在这里呢？设哪里？这里巡逻箱啊。对，那为什么不设在货柜屋那里？这个你这边好像没地方。有啦，有啦，你拿过来这边，我拿那个转电钻哈，跟他转，跟他固定起来了。你们这随时都有人吧？有，我们二十四小时都有人。二十四小时都有人，对的。对。所以去落台啊，噶，跳开啊，冻死落啊。他丢死狗跟那个，丢一条死狗跟丢木头。对，死狗已经丢到厕所带走的了。就两只啊，哎呀，还丢死狗哦。丢了死狗，用了那个袋子，麻袋、米头可能有啊，都卖啊。俺丢两只，都卖啊。没，该找不到，该门，该门找不到，该门找不到，我去挑该便宜的，哎呀，挑该大的，咩人家便宜啊？咩啊？咩挑了便宜？一个嗡嗡的导游啊！哎呀，今天嘛当去倒了，啊，还有伢弟弟，嘛当去倒了，比如香港，你上不上？哎，你上不上从几到到几时？我那啥贵啥？你到了十五点、十一点才跑，那是算涨价，差不多十五块到了，呀，我再来试试。朋友谁？谁家来？我是家来的啊，我回来到。太长太短。我老爸他屌个蛋！哎，你哪？哎，你莫讲。再多啦，我咋？你来讲。来来讲。三楼你就总会出来啊！你看，你看一些该声明书啊，你就看一些啊。来不及说。黄少啊，你来哪来？我们去死！俺不去死啊！俺我都去。我们只知道说这违反哈，嗯，我们老百姓的公害就不行的啦。对。你要发言，等下再发言嘛。你也不要发言呐。如果他承诺说决定爱我的听众呢，他决定进去运作，然后如果继续会争，他继续会信箱断绝断联，伊会做五月出现一天，伊会做几时间会信箱会摊开摊起摊起，当然我们就没有这么急迫性，哎呀，听讲叫断绝断联，哎，来弄这个拆除他的燃烧炉了啊，因为我个人的一个浅见啊，所以我认为这张这个说欺骗、存心欺骗的声明书，我们可以透过 NHGA， 我是认为我现在这个声明书呢，很多疑虑可以把它消除掉，而且这件事情很可能就会因此而画下句点。动用口令是因为去打量压啊，就画下句点。所以，我希望这个声明书里有加一条，在三月底以前，试运转许可直到自动撤销缴回。亚市我们看一条，亚公司不可以要佣金，何为要佣金，何为费用？那个，刚才林律师针对了他的这张声明书做的说明，可是也批评我们写的东西。我在那边讲，这张是我写的啦。那为什么我要这样子写？因为上面前面的那一张，我是说存心欺骗的声明书是说他前面这一张，前面这一张真的是存心欺骗。好，那镇长呢？刚才加的那些条件，我都非常的同意。可
可是呢，我要请教一下，这个五月十日是用什么计算的？基准点计算的？好，等一下。所以为什么五月十日？为什么不是四月二十？你的计算点是什么？还是不？那等我讲完嘛，哈。还有就是说，我还有一个疑虑，就是没有罚则啦。赵林律师的意见是说，如果他毁约了，我们就继续抗争。我们现在已经在抗争了，不需要多这一张。所以呢，要那个，如果毁约怎么办？那可是没有办法，对不对？所以呢，我还想再加一条，就是这张签完了以后，拿去法院公证，好不好？可不可以拿去法院公证？找他车架的迹象的时候，他是欺骗政府，欺骗政府的话，我们的师出更有名。他不要说他是合法的，有广东啊还发了一截脚，最少你通缉你不走，那就是你真正的纯粹欺骗。我们什么疯掉灌浆灌到他的门口都还想比现在还有理由，这是这一讲这个最大的理由了，好不好？好，那镇长要到时候带头灌浆哦。好，那所以我坦白讲，这一张哦，他要不要签我还不知道了。好，大哥哈，就同他点一个哈，如果他违背这个条款的话呢，任由我们处置啊，一个安全大量罚则。但是各位想一想啊，各位想一想，这样对方会签吗？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一直讲。明天的行程是9:30载货，在我们休息站那里集合嘛。他集结完之后，所有游览车从货柜出发到镇公所。我收到讯息是这个样子，那我不晓得说为什么讯息会不一致啊？怎么确定一下？有吧？我一讲就说10:30到镇公所啊，那你几时来都没关系啊。没搞的问题啦，呀哈！明天你要去游行，竹都游行，他没有面子啦，就跑到那边东京啦。就是这样啊，我看是这样。你是这样讲哈，你是竹都哈，天公爷斗面子啦，天公爷斗得了伊。嘿呐，天公爷你好斗斗伊去哈，伊好怕卡有压力啦呀。他五月十号以前没有签厂签走，我现在要求他没有，不是五月十号。你不知道，你要给人家盖个厂房，把这个机器弄去，他的机器。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搞五月十号吗？我知道了，我们最终的目的，你给我签走，离开竹东镇。不能五月十号啊，是刚刚已经讲好了，3月底撤照，4月20一定要走。不是行政程序，不是说你走的，你讲那么快就那么快的，他这个。他这个东西啊，你合法申请下来，现在你这样一讲、啊，就不是合法了，还合法？不是的，他厂商要求你赔啊，要求你县政府可以告你赔啊。他又还没合法，赔什么赔？你完全被哎、欸，你这个态，你这个态度我很质疑哦。林瑞芝，我跟你讲了哈，我知道你们大家有买房子在这里，我没有买哦。不是，我最终的目的，我跟淑姬都没有买哦。我知道哈，钟小姐。我最终的目的，你也是一样。听你讲啊，你讲，我再说。就把它移走，就移走，移走，移走就好了嘛，对不对？好、哦，我们抗争，不然你六月份在这里哈、哦，热死，你知道吗？你不要讲说你们以后大家来。嗨。六月的时候你，7月份你来。来好。来这里。好。真的很热，我了解，真的很热，真的。这我来讲了。你先进有来吗？我来讲啦，今天啊哈。我也能够，你刚才讲的那个，我也觉得有道理啦，哈。对呀、啊。对了哈，可是哈，有一件事情就是，既然呐、啊、哈，他要表示说，他知道嘛，他知道我们明天要游行嘛，那所以他很紧张。对，那他今天就可以签。不是，我跟你讲。今天哈、哦，那个厂商啊，那个董事长、啊，早没有一个早告。那就等他，我告诉你，等到明天中午，如果你明天中午3点没有签到哈、哦，没有，我们再来。不是，他现在就是，我觉得他今天这个动作就是要挡
明天的游行啊，没有其他的意义，就是要挡游行。你如果说这样子随便写一张纸哈，就说可以把游行挡掉的话，哈，那也不用抗争了。随便的一个人写一张纸，然后呢，我跟你讲啊，那个没有用，很简单，今天晚上叫他把签过来。也不用花钱，对，今天晚上签过来就好了。他们都是自己人，他们都是他自己人，我们不管他了、哦、我跟你讲了、哦、你就给我陈大哥一个面子，我讲这样子，你就给我一个面子。那谁给乡亲一个面子？对，我也给他们保证，哦，以后所有的钱我出，永远所有钱。最少找十台，找不到我，你找我。这不是钱的问题，没有人在乎这个钱。我跟你讲啊，你说不听。我算是你也欠唔通啦，吼，我唔会讲我欠功劳啦，我敢讲我过喺度啦，我硬讲啦，我敢硬讲啦，吼，彻底去欠唔通啦，我敢硬讲。好啦，我跟你讲啦，叫他今天晚上签来，就是今天晚上。强路文，我在那里答应他说明天下午三点。哦，没，你答应他为什么代表？你为凭什么代表自救会？我没有代表，我没有代表。那为什么你答应他嘞？我没有答应他。你不说你答应他明天，我没有答应他明天下午三点吗？我没有答应他，他是给我讲说拜托你们讲好，你们要闹你们去嘛，那我走嘛，好不好？我只有这样子哦，对不对？好啊。对我来说，这个南门，这个抗争呐、啊，哈、哦，到现在我觉得是快要成功了啦。我们今天就可以在那个网络上面写，嗯，大家都被瞧掉了，对。就是这样子啊，嗯，这边调掉了、啊，对，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呢，人偶了，还有什么都做好了。我跟你讲啊，现在准备好了，可是那些领队跳走没来，跳走了啦，他们在那边就跳走了。刚刚我林正伟他们都跳走了，他是领队吗？不是，林正也跳走了啦。他是领队吗？哪一次我们出来他是领队？那这样子说连。没关系，我们现在去破会屋，我们搞清楚明天的活动是不是取消。如果取消了，我们就在网络上写，就把这些事情，就是 ，OK， 就大家写好啊，那个大家写出来啊。郑永清在破会屋。啊？郑永清在啊？我们去破会屋。可是县长，那个地方自治法里面不是说有行政裁量权吗？县长，你怎么这样子就不跟我讲话呢？为了你未来的名誉哦，县长，啊、哦，要留个美名哦，要为我们下元山留个美名，还有你哦，啊、哦。你们自己决定要抗争，只有一个条件，工厂走，工厂马上走，只有一个条件。
件，其他的事情不要来找我，哈，要讲什么谈判啊，要讲什么给谁面子啊，要讲什么了哈，我不会。哎，不晓得了，要讲赔偿，哎，他哪不晓得？这个事情我真的不会。不是我们的事情，怎么赔偿？对，所以哈，只有一件事情，大家决定好就好了。啊，如果说呢，年初三哈，把共勉抽签不给骗哈，没怕哈。用半年去共用，你是唔惊的时间吼，你又不一骗哦，不一骗骗骗，都是做继续啦哈，继续啦哈，不一骗啦，骗骗哈，唔怕啦。反正吼，咱没了原因啦哈，那皮唔倒啦，水咪是唔倒啦哈。是倒。是唔倒？是唔倒？你先就笑，是唔倒啦。俺高进个是唔倒，俺低个水难遇到的啦。俺吼，俺下底下冻僵啊。你要再讲创哦，欠债吼，办债办银行，今今年应该是惨的啦。是水果比较精嘛。那个师兄，不要用的就买回去。那吃也拍的很正常的事情啊。那叫抽奖奖啊，抽奖奖。哎，本来是让你做可以买抽奖奖。我现在不用，我自己回去准备。我给你开一间。你蛮好惊，你在干什么呢？有什么嘛？你看我没有去，没有去。还在摸鱼啊？我没有去，我是来看听消息的，有没有签？还没回来。你看啦，因为你们没有什么好听的、啊。他会专门想来放你的。他有本事就在我面前讲。对呀、啊。都在你的后面讲啊，就是。讲给我也不相信啊，你们相信也没关系啊，你不干我的事。我们只是不敢回答，只是忍到今天讲给我听是吧？对呀、啊。听我呀。对呀、啊。环境很差么啊，没差，我照常还要去那个抗议的，还要去走行街路来。会吗？会签吗？他讲不会的。哦，这样子吗？今天如果没有签，你们就不会签的。签名页了，哦，对啊，哦，就是把这签名页你签吧，先将所有东西生产区去拆除。对呀、啊，跟强调啊，跟强调，跟强调，强调你都拆想象多啊，一样。对啊，一种不一样。对呀、啊，你强调啊。没有地啊，就是大哥，哎，那个电池啊，这最近嘛，快工得三，我是，这一开三上钱，你没时间的嘛，系么啦？这搞个二加时间没挨时间的啦。也弄该政治操作哈，我们不管他怎么样去操作，他要离开我们就可以了，对不对？是的，应该就消毒下，是要买一两两的，也蛮必要的。消毒下会对人，那好人在汉江门的，对呀，对呀，就是现在，对呀，那该种。结交啦，哎，结交，还跟大家做你都相爱就对耶，唔是讲啊，吃自己人那个叫结交。哎呀，你搞了我不同意，搞了性愿引起我不同意。你得到第一个人讲啊，那性愿引起身体上头就很气人。臭不依，走嘛临时如耳光，进不依不抗争了，我到现在还是一个疑问，什么道理啊？那个投递哎，不照常举行啊！那你今个参与是当年怎样参加？今年是怎样？那是很久了哈。好吧，毕竟主人要那么久吗？毕竟主人家在创啊。对啊。事情也还没做到，所以我们今天呢
是那个林宝芝先生哦，七七四十九天啊，那我们在这边纪念他。现在给我一个蛋。好好好，没问题。哎呀，好营养啊！哦，动筋上，动筋上。可以做肥料嘞。对啊。好，好来，好来，开始。好，准备好了没有？大家讲乌泥厂完蛋了。好，乌泥厂完蛋，预备，开始。乌泥厂完蛋。12月21号了，你全场也会完成，说我们百姓不得不走上街头来看对抗这个乌泥厂，要还我们清净的家园。这到底有蛮紧哦，马狗紧哦。啊，功夫来强啊！总还有点强嘞。看墙摸缝，长来了长，自力救济，是安尼的。哦。啊，佮佮咩？佮墙上啊，先，伊个将就覆盖住个，然后佮拆掉下来啦。
有撤，告诉撤销嘞，对。哦。检察官有询问他，他已经撤销，当场撤销。哦，哎呦，好，好了，还有什么问题？谢谢。好，哎，你有，我再问一个问题啊，问一半，你莫讲一半。物理厂现在好像又要动作了，是不是这样子？是啊。他又要动作了。其实唔爱讲爱去做吧吼，像爱在个种个是市场个那啦吼，很多个也是个水库个那啦，我介那样是小嘛，我来是土地呢，用介是介木小木汉木土啊，又小汉就汉老土啊。其实唔爱讲，其实唔敢讲啊。去年的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做的话，就成的话，好，三月多那时候本来说要去游行要怎么样，结果说不要啊，怕物理厂生气不走啊，跟他签字啊，签了以后大家觉得成功啦、啊。那时候讲说12月20，本来是说5月20，后来说成12月20。12月20也过了啊，现在3月20啦。工厂有没有走？啊，那时候讲，那个时候挡我们游行的人是谁？叫我们说不要去游行的那些人有没有抓出来？要跟他们算账啊！我们自己里面的人都在说不要啊。那几天啦？好，选举完。就有一半的人不管我们了、哦，邱继纯会不会在管我们？林思明会不会在管我们？你们有没有去问他？啊，你们大家的意见怎样？很团结啦，哈、哦，团结来抗议，确定不晓得怎么的，提高警觉啊，再努力啊，所有的居民同心协力，一起把他赶走。加好去，也加好，马上去讲政府。请问县长，为什么还有延期的这回事？到底是怎么样？啊，请县长给我们老百姓一个交代，不要让我们老百姓胆战心惊。大家都台上团结一起提出来。所有这些政治人物啊，说。答应过的事情都要兑现了。我不希望以后我们的家人、小朋友每天回到家里要把窗户关起来，然后不能呼吸新鲜的空气，所以我们坚持一定要让污泥厂滚蛋，然后让它迁厂。为了子孙，我坚持反对这个污泥厂设在这里。我坚决反对污泥厂设在这边，我们的好山好水不容许它来污染。迁厂，因为我们这里的百姓哈。这样给他污染，我们不能生活。那时候选举之前，他们讲到现在又是另外做的又是一套，让他们政治人也站出来帮我们了、啊，帮我们解决这些事情啊。这个污泥厂设立，连新竹市人喝水都有问题，说一定要迁厂，说政府连新竹市长都有问题，他也该管，不是我们该管。谢谢。为了我们的后代哈、哦，希望那个污泥厂哦立刻迁厂。因为那个政治人物他一直这样子骗我们，骗一年多了，到现在他还不迁厂。他若是不行动的话，我们要抗争。我来从头学的，我是都在党员，唔不去做，吼，抬头甲向前，抬头甲党继续研究它，决定莫去做。啊，国体改排落的时阵啦，我讲奉迄个时啦，莫去插，插很子都不做，甲是党难无咯。啊，台湾人状元来，彻底是莫去做，安尼，吼，抬头向前来团结来。该怎个？其实没办法做，因为只要对着去，安尼。碰到现在呀，又来到官员都在签名，都在发誓。大家都有发誓啊，你看。他这样发誓啊。立誓人啊，罗吉祥、邱进纯、卢东文、张碧琴、苏仁健、林正伟、彭少景、黄春花、齐李立琴、何德光。郭远章、林松飞，所以政府单位呢，我讲的，莫尽到职责。讲说，六国革命代表信心重要，六国民抗争的信心重要。
疫情我追究到底。那我主动燕山地连污泥厂百通我追究到底，一定不能设立。我也会透过任何的力量给我们环保署阻止我们污泥厂的设立，就连请你放心。那上了的污染的事情啊，总是组长你的细菌啊绝对要做到无毒施政。所谓不当的部分或者说高污染的部分，县长是有绝对的裁量权。对，该是莫必使用之还是何人，该是改变人味道啊，你没穷吧，你穷吧哦，还不会会变态啦。然后后来人家问他说，你们在那个把公共空间职工，你骗人就算了，你还骗谁呐？结果你还警亲弟耶，有没安音哦？所以骗信长还是小啊，基本没先多啊。对呀、啊，全部崩盘了。